其实这个电影不需要我们去讲什么东西，电影自然能够传递出来的东西是最宝贵的。我相信观众会在电影院里边一定会热烈而激动。大家可能在看画面的时候会看，哦，好精彩，好热烈。其实这个项目的拍摄难度也是非常大，无论哪个部门都经历了非常大的这个自我挑战。因为这个戏它的特殊性在于它角色很多，经常会有群戏，就会产生很多调度的问题，就相当于把自己带入十几个角色去计算大家的那个行动线。摄影、美术、造型，包括编舞，我们找的都是我认为自己非常信任，也是同行业里面领先的一群工作人员一起去合作。好，那我们准备了啊，开始！热烈的瞬间，全国街舞大赛经历了十几天的拍摄，动用了全国的舞团，还有那么多的群演。拍完了之后，我说拍完了，杀青了，谢谢大家。全国大赛杀青。没人走，也没有人愿意结束这一刻，大家就还要跳舞，就特别的振奋，一帮人呼喊着奔腾着跳跃下去，奔腾起来，热烈起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一边乐一边哭，就是控制不住那个眼泪一直在往外流。然后他们就拱这些工作人员跳舞，也拱我跳舞，我哪会跳舞啊，我就上去给翻了个跟头。这些反正会跳的不会跳，大家都脑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在现场就大家都在跳舞。然后呢，一博就把那个摄影师的机器拿过来拍摄影师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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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热烈了，我觉得就像做梦一样。一群这么热烈的、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，本身就会很打动你。要感谢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，没有他们就没有陈硕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就，我们一样有梦想，可能梦想遥不可及。比赛水平的经验化不能输，更不能怂。幸福就是你追赶的这个路程，我们一定要朝着一个方向去追赶。聚是一团火，散是满天星，哈哈，很雄壮，很热烈。还有很多故事，每一个人你都觉得很重要，会很想念大家。一二三。